是一个啥官呀，是吧？他原来是一个公子，好多女小小女孩都追求他，但是他另外追求一个，追求不成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你失恋的时候看《天龙八部》，你是不是特殊的有感触，特殊的共鸣啊？所以这个跟大家的经历有关啊。所以就书里面呢，我就比较喜欢听《天龙八部》。现在肯定是生气呢，我们啊，以前在台湾那个金融茶馆的朋友啊，就盱眙有一个永浴协会，是永护断浴，永护断浴的啊。我们永护断浴呢，可能就是啊，爱屋可及乌，就是也喜欢王语嫣。那第三版呢，金庸的反叛呢，我们都很生气。结果呢，那个永乐协会呢都解散了，大家都没兴趣，所以现在也不好说。原来是喜欢《天龙八部》，现在金庸改了结局，我们永乐协会的肯定是以第二版为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喜欢哪一部小说跟你的经历有关，没有对错。就是这样，可能是女生呢对于打斗的场面的没兴趣，没男生那么大，因为男生的基因里面就暴力比较重啊，男生肯定是比较喜欢看打打杀杀，女生可能没兴趣那么大，但是你要把武侠小说里面所有打斗的场面都删去了，这个书还是好看的。下一位，好难选啊，还真难点。潘老师好。就是我有个问题，就是根据金庸小说改编来的电视剧是数不胜数的，然后翻拍来翻拍去，然后我个人觉得的话，就是近现代翻拍的话是运用了更多的电脑特效啊，就把那种舞动场景弄得很酷炫，比较吸引我们眼球。但是就是我举个例子，就像1983年的西游记绝对是经典的，像六小龄童演的啊，对对，经典的。但是现在我们再看看现代的拍的西游记，就是经常有网友键盘侠就是在说，哇，这部新拍的很水，就是那种效果就达不到。然后就是那种虽然场景很酷炫，但是我觉得作者想给我们那种思维上的提升，就感觉在电视剧上是完全体现不出来的。然后我的问题就是，然后我之前也看过那个古天乐演的那个《神雕侠侣》，然后现在再看应该是黄教主演的吧，好像就是感觉也是有点不一样。好，就是想问问潘先生对现代影视剧对小说翻拍有什么见解？好，谢谢你。我们到北京开会的时候，有一个照片太少了，看不清楚的那个人，他是这样吧？有一个学姐，她说，为什么那个技术人呢不能拍一次？那个金庸的剧是我们这批人能喜欢的。他说的我们是什么人？是中年男人，而且小说读得很熟的男性人。那为什么他不能拍一个我们喜欢的？这个还有他那个下面的考量。那金庸为什么开放版权给人家拍出来，他也不太喜欢，因为先看电影电视你更有兴趣去看那个金庸的小说，所以他有这个作用。电视剧啊，我其实我不看很久啊，因为小时候看的印象特殊的金庸，然后最早期呢是黑白的，
黑白的电影，现在是高清的。黑白跟高清有什么分别啊？分别好大。高清的电影电视，你用毛孔都看得清楚。那个女生呢，有一点脸上有一点瑕疵，能看得出来。黑白电影呢不一样，说看黑白的电影呢，就感觉是比较贴近你的原著。现在你找的女明星，当红的，啊，找的最漂亮的，可能呢一高清一个近镜，哎呀，原来她的脸是这样的，她皮肤不太好，是吧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是黑白的，她轮廓好好看就像。而且呢，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编剧啊，通过改编呢，它的存在是没有意义，所以它肯定要改。它不改，你的编剧要来干什么？没有了。还有个服装设计呢，每一代的小说翻拍，衣服还是要重新设计，不管它不要跟历史的服装。头发乱七八糟的，掉过一边或者掉里面，这就不好看了，所以我现在就不太看。但是它有这个功用，就是说，有话题。每一次金庸剧出来以后，就多了一批新的读者，所以它的功用在这里。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呀？剧没有拍的，就搞 cosplay。角色扮演就好了。那角色扮演呢，你不需要改动那个内容吗？你不改内容啊，我们读者看了就没有矛盾，不反抗，你就扮相扮啊，你认为小龙女是应该什么气质的，穿什么衣服的啊，那个国政是应该什么样毛样的，还是搞 cosplay 比较好，这我的个人意见。我看是这样吧，书呢，你往大家都已经签了名了，老师以后再想办法送出这个书。我们时间呢，留下个时间到时候就多讲几个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阿姨可以。那咱们拍真正接着说了，咱们呢可以再多提问几位同学，好吧？最后一个男同学。金庸先生写了如此多的巨作，然后在每一本书中都有较为完善的人物网络，每个人物呢又有十分鲜明的特点，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十分的微妙的，所以我想知道，创作出如此令人称奇的作品需要有什么技巧吗？其实这个问题啊，现在都不能有什么人能够给一个答案，因为这个问题应该问金庸本人，因为书是他写出来的，他自己是最清楚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，用其他的方向去重组一下。比如说，金庸他是原来是做电影的编辑，做过，还做过电影的导演的。你看现在拍一个大型的电视剧，怎么办？纸嘴创作，一个工作室，墙壁上贴满的纸，主角他妈妈是什么样，然后他第一个女朋友是什么，第二个女朋友是什么样，女朋友的男朋友是什么样，都是这样。要是你要写一个大型的小说，小说跟电视剧都是差不多，有故事，人物之间的关系，他们是好的关系还是坏的关系，都可以用现代的方法实体创作。你家里面有一个好大的墙，你就把人物的结构，谁跟谁的关系都贴在墙上。要是你没有这么大的墙，就一个大一点的桌子，一个大桌子。